我是在台湾台北长大的，那当然做的就是最拿手的台湾菜。我从小是真的很爱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新加坡开一间台湾的餐厅。从开业第一天到现在3年了，我们最大的坚持就是酱油、醋，还有辣椒，甚至是酸菜，都是我们坚持从台湾运送进来的。除了有非常经典传统的卤肉饭，还有蚵仔大肠面线，然后还有红烧牛肉面之外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台湾的小吃，鸡腿肉做的盐酥鸡，其中一样从台湾很老牌的黑桥牌香肠，再来就是还有我们特制卤制的扣肉包，还有起司肉松蛋饼。每一个上门的顾客都会问一句说，有没有什么水可以喝，有没有泡泡茶。既然要卖茶，我们就从茶再重新学，所以我们带进一系列很好的茶品进来，全新的一个概念就是面对台北的茶屋，有一个很好吃的台湾餐，也有一杯很好喝的茶一起享用。我们就是很希望能够把一份平凡却美味的食物留在每个顾客心里面有一个印记。Thank you.